嗨，各位母鸡古典还有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个月的早餐汇报时间了。这个月呢，我们请来的早餐汇报特别来宾是我们的总主笔胡葛明先生。Hello， 大家好。这次请他来呢，是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这期的当月特辑《战火与爱火之间》贝多芬九大交响曲。那我们准备的早餐呢，大家可能会稍微疑惑，为什么充满了鱼的风味，因为据说贝多芬爱吃鱼。这次其实是这个贝多芬九大交响曲，原因是因为明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贝多芬年，明年是他250周年的诞辰纪念。那我们就先聊聊贝多芬好了。不知道福总对于贝多芬这个音乐家或者作曲家，如果一讲，你觉得你的初步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哦，这几年我可能年纪大，我觉得贝多芬还蛮吵的。你说太激昂了吗？不过说真的，就是我想大部分的乐迷在你还不是乐迷要成为乐迷的那个过程里面，贝多芬一定是你最重要的，算是精神导师之一啦。就是说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这一次呢，因为贝多芬实在太多面向，编辑部有一度考虑过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真的是超级庞大的贝多芬大全，但发现这实在是不可能任务啊，因为光之前我们就曾经出过贝多芬的全本钢琴奏鸣曲，对，那琴奈斯就花了两期的分量才能把写完，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好，我们应该把它回归到大家最常听到的九大交响曲。九大交响曲呢，你要说解释过，其实很多人都解释过了。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有勇气啊，就是贝多芬的交响曲真的是被大家听烂写烂的东西，然后我们还勇敢的推出了一个特辑。当然这个是有聚焦是很好的事情啊，不过就是说这种被大家听烂写烂的东西，大家拭目以待，其实是还有心意在里面的。对，其实我们这次呢，就像大家看到这个标题《战火与爱火之间》是什么意思呢？贝多芬九大交响曲，我们就是先简单的把它分成三部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编辑部呢，从贝多芬的生平抽丝剥茧，就发现在这三组的中间的两个空格，刚好就有遇到贝多芬关于爱情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他去创作这些交响曲，或是说在背后有一些潜移默化、默默的一些影响力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时候的战争，法军攻占了奥地利、维也纳等等，那它也是影响了贝多芬的一些创作，那就刚好把它这样串在一起。所以其实这次我们依然还是以一到九曲目解析来当做一个主轴。我们这次主笔的吴玉婷老师呢，我觉得他也非常的有勇气，接下了这个从一写到九的重大任务。那我个人是觉得他写的蛮好看的，因为他同时是融了故事，他也不是完完全全说他就撇掉了那些曲式啊、结构等等，但他也是很简单的去提到，然后你也是可以很轻易的从他的写法里面去了解一些曲式或者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去过一个记者会，然后那个有个指挥，我忘了是谁，但他那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他就说大家都知道贝多芬只有五首交响曲，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通常演来演去呢就是三五六七九。剩下一二四八呢，好像都没有人在演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多多推广一下一二四八。这次请了三个主笔帮我们讲一下一二四八的迷人之处哦。胡总呢，就是帮我们写了一二的这一篇。不知道那时候胡总你觉得，因为一二是你挑的嘛，为什么你会特别觉得要推荐一二给大家？我刚刚有说，我这几年来常觉得贝多芬很吵，那不过就是一二。其实是相对比较不吵的两首，所以是我最常听的。所以就是说，那个乐迷们，如果你们现在听到了一定程度，觉得贝多芬稍嫌吵了一点的话，就可以回头来听一下。哎，他早年写这一二是一个比较精致、短小，然后不吵的作品。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交响曲是第六号啦，其实第六号也不吵，就是第六号应该是最不吵的一首。但第六号还是有狂风暴雨啊，对，可是特别短。那一二号其实也不能说不吵啦，但是它毕竟在形式上就是比较接近这个古典的风格啦，就是他前辈这个莫扎特跟海顿这样的风格，但是完全不一样，我只是说比较接近，但是还是很不一样。听起来他是比较
中规中矩，但是也不是这么中规中矩，因为像第二号他在写《Elegant Start》这个遗书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他的一个精神世界跑出来，在开创浪漫乐派的世界。第一号交响曲其实有一个特色啊，九首交响曲里面只有这一首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一个主旋律都是从上行，从低音往高音这样走的一个上行的曲调开始。那这是其实是包括一二三四四个乐章的整个主旋律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这个上行的旋律其实会带给人一种有活力、有雀跃的感觉。比如说这个第一乐章好了，它一开始先用一个很缓慢的，让你觉得奇怪，怎么要死不活这样子。其实这个很有趣，因为第一号交响曲是 C 大调，C 大调其实是一个蛮正向思考的一个调性。可是这个一开始的序奏其实它很厉害，它是 C 大调，但是它用这个和弦让你觉得有点沉闷这样子。一个很缓慢的序奏之后，马上开始一个很有活力的主旋律出来，哦，就是突然哼不出来，为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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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这个旋律是从底下往上这样子，很激励人心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曲子贯穿的一个精神的主轴。那像其实我们里面提到，比如说他的爱情故事啊，我觉得我们的主笔公司要爬书的非常的有趣哦，就是除了好几位泰瑞莎之外，他也很认真的讲了一下那个给爱丽丝的爱丽丝到底是谁。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首曲子，也是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到底是谁。但是说实在，都没有人知道真正是写给谁，对，或是说他是不是写给一个他心爱的人，还是这只是写给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学生这样子。那至于战火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拿破仑啊，他称帝啊，就去攻打这个奥地利啊，或者说他后来有占领像波昂等等地方，那其实就是让贝多芬没有办法回去故乡。这样的事情也影响了贝多芬的一些创作，像贝多芬唯一的这个歌剧就是费代里奥，他那时候首演就是在这个法军占领的维也纳。据当时的描述呢，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观众，因为大家都逃走了，底下的观众呢就是几个只会听得懂法语的法军。那后面当然就有关于贝多芬跟拿破仑之间，他一开始啊他觉得哦他是人民英雄，但后来听到他称帝啊，他就觉得非常的气愤啊等等。这样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战火篇里面我们听到贝多芬的交响曲，很长的管道当然就是唱片嘛。 对，所以我们后面就写了三大篇关于唱片的篇幅哦。那第一个呢，就是由主笔不露酒精呢帮我们写了《失落世界之贝多芬九大特别篇》。那他非常详细的爬出从1910到1970录音的风格跟演变，我觉得他非常厉害。他除了讲这个全集的录音之外，他还去考证了说，哎，到底贝多芬的每一号是谁录了第一张唱片？有一些可能真的已经不可考了，可是他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一系列都写出来，还有后面每一个大指挥家他有可能的录的全集啊等等。那后面呢，我们还有就是像肖旭仁主笔呢，就帮我们讲了，他觉得每一个单张，因为不一定是每个指挥家都录了全集，每个单张到底有哪一些值得大家听的录音？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21世纪，因为贝多芬的录音已经被演了100年了，那到底还有什么样新的诠释呢？最后由主笔吕继先来帮我们讲讲21世纪新世纪的贝多芬九大交响曲。除了这个贝多芬的录音之外，因为其实贝多芬平常就是很多音乐会演出，但是明年因为就是遇到了贝多芬250周年的诞辰纪念，所以我相信尤其交响曲的演出应该就是会更加的丰盛。那就期待大家明年拿着我们这一本《战火与爱火之间贝多芬九大交响曲》，伴随着你一整年聆听贝多芬交响曲演出的音乐会。那么母鸡早上汇报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喽，拜。今天早上汇报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个赞，或是按订阅，开启小铃铛。有任何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那这次呢，为了配合贝多芬250周年诞辰纪念，除了这期做了贝多芬九大交响曲之外呢，我们还精选了之前所做的每一期贝多芬的内容，然后组合成叫做贝多芬什么？完全隐藏贝多芬。我们这次在 Music Shop 网络商城上也推出了完全典藏贝多芬套装，搜集了我们过去所有做的贝多芬专题以及专书，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上网搜寻。那么母鸡早上汇报，下次再见喽。